曹大帅接管着蒲城，我们就是靶，放人！你们能打来再说。今天我要你亲手把他放出去。<笑>有些应该做的事情，我是不收费。蒲城的老百姓太可怜了，明天应该全都死光了，对吧？你疯了！标在人在，看得透是死。 看不透掩饰死，杀人要理由吗？帅。